今天上午让我上猎杀吧，不上猎不睡觉，别赢我啊！应该不会跟我说吧？我分这么高，难道是我说的吗？多少分啊？我猎杀465名，反正高分真厉害，还是高分高能？我是低分高能，我是中分中能。一会儿就知道谁是高能还中能了。有时候行，有时候不行。哇，好多人啊！都别怕哦，都别转，谁转谁孙子。他们两边各有人。我说这个，要不然我们拿了退一下，被包了。我不知道，你指挥。包了，被包了，走。跟你呢。我操，没枪，快跑！行。又有人嘞！装备不错啊，可以两队打。好一个，瓦基破甲，一枪补掉。爬三，这里一个，我搬不了啊，有点远。哎，我脸上一个。跳了，另一个来着，另一个来着。人开大怪了，头顶来人，头顶来人，来进我进水，进水。没大电，我要打小电，能给个大吗？给个大电，我给个大，没大。我刚大刀刚好而已。岩壁进人，就没钱。我得打大电。进人打肉，进人打肉。给你血，打两个，放甲了，啊，这是他的大，我以为队友放的大呢，我还搁这来回钻呢，我说怎么越钻越黑啊？不是，这谁是高能，谁顶能分出来了？你他妈老逼是不是啊？这红色的枪你还钻呢？给你凤凰，不是我开大看不见。今天又是队友白给，伺服器又在搞，遇到外挂的一天，这压抑的心情，无处可散发的怒火，该怎么发泄啊？哎，那你要不要玩 Rush Royale 来放松一下？我跟你讲，一定超爽的。这难道是一款策略塔防与收集卡牌类型的游戏？游戏中需要不断布局塔防，同时利用收集到各个不同能力的卡牌进行搭配来完成合作关卡。也有 PVP 模式与各个玩家进行对战的那个 Rush Royale 吗？我玩了几天，发现每一场的游戏时间都不会过久，非常适合使用零碎时间轻松游玩。马上让你们看一次与其他人合作打 BOSS 的画面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这游戏还提供不少社交的功能，可以与其他玩家一起合作挑战，协力破关，也可加入宗族认识更多的玩家，一起讨论策略，力拼排行榜，没朋友也不需要担心哦。我说这么多了，还不赶快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， 或者点击下方说明栏的链接下载即可获得特殊奖励。如果是 iOS 的朋友，也不要忘记在首次启动游戏时允许 APP checking 哦。场地有限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在百地宗族等你来合作挑战，再玩个一局好了。我操！逼打！我操！疯狂的！喊你上来！石头！大招80，六秒！啥都看不见！上来吧！我跟你！换弹！快点！没炸了！打电！不是他打肉了，他还打？看不见。他有病吧？这人打肉了还打？有病，对，在打你们。听见，我舔包。这有脚印。哎，这是我看了。前面有人，我们前面有房，我们前方就有人了。一楼两个，一楼三个。来呗。我丢标。左边给压，不要点。我他狗开大了，我没大招的。我要割。我打36。狗烧肉了，在你前面。我
狂烧肉，狂烧肉，一滴血。跟我，跟我冲！报警啊！打肉！我没烟了。对对，金铁标，金铁标。今年有一个，今年有一个。可以接后面了，好像是机器人追不到了。可以可以接，可以。后面来了，后面在这，后面在这。小心原路，三米之原路。OK。我打电，我打电。奶妈快破，奶破甲换弹。哎，换弹了，我换弹了。我也换弹了，我去。破甲破甲。我操，我也换弹了。喂喂，我打死一个奶妈，你是不是看呀？我平行，我平行，我换弹，我操，我换两次子弹，晕了，直接开车跟我追吧。上上上上，喂，他被打了吗？这就是挂狗队吧？啊，这是挂狗队。打了，我他妈直接撞他。立马开挂，立马开挂！上车上车，追他队友，上车！哦，我死了！我他妈子弹换完了，我操他妈的！别点别点，我就开始三四两队。有一块爆甲了，我又换弹了。我感觉是两个队啊，兄弟。就这个撸大电的，你可以往他脸上怼烟，直接干了，我都掉到了，我直接干了，两个爆甲，两个爆甲，一个 ED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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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大电，这我们会 ED， 三分之进攻，进了，来来救一下，皮特救他。等会儿，我再救一下门，好吗？封下门，封，再封门。这里有一个。这顶上有。三二一。破甲。打五十。到呢，三二一了。160，他被猛抽出来，黄金啊！拉下来，拉下来了，三分之来了，别跟我说，我过不去。头顶那个下来又上去了，来信息三分之，把这 run 了呗，来信息。这里跳了一个毒狼，把右边打了行吗？把这里，还是打哪边？打把这边打了，我信息。刚炸了他67，给他脸上怼个烟，我给个扫今天。炸三个包甲，也不是三个包甲吧，反正都挺残的。滴血一滴血，皮特，倒了倒了。我这两个残血，两个残血，两个残血。他应该有复活塔。我架枪，我来，来来，出了。这有烟没？不好上这点。再等一个烟吧。跑了，好像。这个大招。后面有个神可以接走，后面有个神可以接走。想打。先打是吧？行，我往后退了。没信标。我左边推了一个。秒一个，秒一个。一百。有另一队炸我，
死完了这一顿。对对对。后面那个动力杀了好像。我杀了。好，最终结果分出来，谁是高智、中智、低智？没人给我补枪，这波打那么多伤害。我是低分高能啊。